米可白常常会在社群抒发心情，最近他在脸书分享十年前的旧照，青涩甜美的模样惊艳大批粉丝。他发文透露这张照片是26岁的时候拍的，并提到前几天跟朋友聊到小时候的印象，他只记得国小没什么童年。由于老家在彰化鹿港经营饼店，最重要节日大家出游时，他就跟家人在家里揉面团。他曾经哭着跟妈妈说：“我想出去玩。”坦言当时很羡慕其他同学的生活。接着他表示，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童年，让他更加懂事，也更了解家人的辛苦。现在长大有能力赚钱了，会希望让家人过得更轻松一点。许多粉丝看到贴文后大赞他好孝顺，而且直呼他从以前就好美，现在不但没什么变，还越来越美啦。